爸二人选沉迷，张智霖2000万上爸爸去哪儿未落实。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张智霖和儿子魔童，日前港媒爆出他们父子将以2000万的身价加盟爸爸二。对于这个传闻，张智霖在出席活动时就表现得非常的保守。其实没有，其实他们一直听说在谈当中，可是我觉得一天没有落实我都不应该回应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要不好像一切都是空谈，我不很喜欢这个方式。小编点评，挖点内幕不容易呀。乐翻天综合报道。